这题目太不惊悚了吧？海龟汤不是全都惊悚的？不一定。各位观众，大家好，我陈宇。好的，我是信。没错，欢迎来到海龟汤系列。那信对海龟汤本身的认知大概有多少？哦，就是看影片啊。哦，所以你会，你知道海龟汤是怎么玩？就基本上就是猜一个事件，对不对？啊，对。你只会给一些很微小的线索，那个琐碎的东西这样。对啊，没错。我有看你跟霸轩的，你们的我都有看。啊、我超爱看霸轩，他超好笑的，他真的很好笑。所以你大概懂怎么玩的？对，大概懂，就是我要脑中规划出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杀人事件嘛，差不多。那可以，那可以的。那我今天有准备三题题目要问你。那一样，各位观众，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那今天突破3000喜欢，才会有下一集海龟汤系列。然后，如果想要投稿的话，也可以投到这个 mail 上面，因为今天三题也是观众投稿的。哦，是哦，都是观众想的。来，第一题。有位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子来到乡下享受假期的悠闲。没想到钱包跟行李竟然都被偷了，就在他以为走投无路时，正好碰到一位好心的男子。男子声称对女子一见钟情，说他就像他死去多年的妻子一样美丽。听闻女子状况的他，坚持要女子在他家留宿一阵子，女子也接受留下了。隔天，女子却连招呼也不打，便匆匆离去了。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你说他在那个乡下，对不对？是是。男的是不是有那个就是喜欢杀这样子长相女生的？哎、欸，是是是，哎呦，你 get 到金发碧眼这一块了。对，他就是对这种很有那个感觉，感觉，我就一定要动手砍他这样子。没错没错，应该说他专杀这种，可能是有理由的那样。哦，理由吗？ 对, 對, 對，是有理由。金发碧眼，所以男的是一个，他是也是金发碧眼吗？你说谁？男生？不是，来要注意哦，我刚有讲到他遇到一个男子。男子对他一见钟情，嗯，说他就像他死去多年的妻子一样美丽。对对，我就提示到这。对啊，他前妻就长这样，所以他杀了他前妻嘛。哦，男子没错没错。对啊，他就是觉得这个跟他前妻长得很像，嗯，所以其实他找他是要动手杀他。并不是因为他跟他前妻长得很像才杀他，是有理由的。哦，理由吗？嗯，他曾经被金发碧眼的人绿。不是，你要猜出为什么他匆匆离去。哦，我要猜出为什么那个女孩子要匆匆离去。对对，现在应该只差这个。哦，那个男生的前妻可能是这个女孩子的亲属。不是，所以那个乡下地点不重要，你现在只要理清为什么他想要匆匆离去。不就是差点死掉吗？因为他后来留宿了嘛，隔天女子连招呼都不打，便匆匆离去。会这么讲，代表说男方可能不知情，他知道了他的秘密之类的。对对对，我在想是不是有空气或者是电视上有，不是不是都没有。都没有，他要怎么知道？我给你一个提示，他看到了，他照镜子的时候看到那男的对他邪笑。不是不是，他金发碧眼会让你想到什么？外国人。还有，靠的，靠背。金发碧眼会让你想到什么东西？很明显吧？完蛋，这个就指向我脑子里全都是一些动画角色。东西东西就好。东西吗？东西。我小女孩喜欢玩什么？芭比娃娃。不用芭比娃娃，娃娃，洋娃娃。对，没错。然后。哦，他看到了，他杀掉了那个人，被他做成娃娃戴在身上，不用戴在身上，对，哦，就是做看到那个娃娃这样，怎么会看到那個？哦，他在他家住，对对对对对 ，fuck， 哦哦，恶心是死了，答案出来了，故事是这样的，男子声称对女子一见钟情，说女子就像他死去多年的妻子一样美丽，听闻女子的状况的他，坚持要女子在他家留宿一阵子，女子虽然觉得可疑。但因为身无分文，只好答应留宿在男子家。男子是村里唯一的医生，因十分忙碌，经常不在家。就在男子又因工作而离家之前，特别交代女子绝对不要进他妻子的房间。女子虽然答应了，但实在是忍不住好奇心，趁男子外出之时，偷偷溜进他妻子的房间一探究竟。房间内十分干净，墙上挂着他们夫妻俩的合照，男子的妻子和自己同样也是金发碧眼，看起来气质优雅，十分美丽。女子觉得房间看起来平淡无奇，欲准备离开时，却被绊倒了。回头一看，发现绊倒自己的是地毯下的一个凸起物。女子将地毯掀开，发现凸起物是一道地门的手把，将其打开之后，是一座通往下方的石梯。女子好奇地往下前行，下方的空间并不大。很快地，女子走到了尽头后，发现有好几具等身大小的人偶。靠近一看，女子发现这全部都是金发碧眼的人偶，
而且这酷似人类的尸体。不，这个可怕的尸臭味以及脚边的血红色，这无外就是人的尸体啊！女子被吓到不行，紧张害怕的往上脱逃后，便匆忙离开男子的住处。其实男子十分迷恋洋娃娃，为了让他的人偶们更加真实美丽，他不断的杀害拥有同样特征的女性，剥下他们的皮肤、头发和双眼，做成了人偶。他的妻子便是他的第一具人偶，邀请女子留宿也是为了让他成为男子的收藏品。哦，所以他没事，他想组后宫。对，是，合理。OK， 来，再来。一天晚上，小 A 躺在床上滑手机，突然他大叫了起来，之后又不停的喃喃自语，最后带着诡异的微笑睡着了。请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中邪吧？不是，这有灵异吗？没有，没有灵异。他觉得自己长得很帅。不是，男的女的？女的，一个女生。你只能问我说是否为难啊？反正你会有两个问嘛。是否为难？女的，女孩子。是。她成年了吗？是。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吗？没有。这题很好笑。她手机坏了。不是，那为什么要笑？我有时候太无奈就然后就睡了、啊。告白字幕上不完跟其他人传给他的简讯有关吗？无关。他被自己丑到？不是。跟手机本身有关吗？是、哦、本身你是指说手机本身还是他看到了手机的东西？没有，我原本是想说是不是手机坏掉了、哦、不是外观什么，都不是所以你这样子讲的意思是他手机的里面有什么东西被他看到了？是，但是手机不是他的。不是，你说不是他的，我说不是，所以是他的。哦，不是的，不是。 OK， 对，因为你问我不是，所以是他的手机。哎，这个真的蛮难的。这题很简单，真相很简单。对，很智障。他就很累，然后滑一滑满足就睡着了。哎、欸，你对一半。哦，他看的什么东西比较重要？ 是吧？他看的是 YouTube。不是，请问一下，他是看漫画吗？算是。他有工作吗？他有职业吗？不重要。女生看到什么漫画，然后会大叫，然后又喃喃自语，然后最后笑的睡着。BL 漫。哎、欸，是你答对了。哦，他找到他的那个 CP 的。对啊！这什么海龟蛋？故事出来了。故事是这样的，其实小 A 是个极度的腐女。一天晚上，小 A 在睡前刷某 BL 网站，突然他看见了他最喜欢的 CP 居然官方发糖了，还说下个月会有他们两个人的直播。小 A 因此兴奋的大叫了起来，之后又不停的喃喃自语说道：“啊，天是我了，他们也太猛了吧，我好兴奋啊，哈斯哈斯等话语。”之后小 A 因为太高兴了，导致他一晚也冷静不下来，最后是接近天亮才带着一脸姨母笑底睡着。这题目太不惊悚了吧？海龟汤不是全都惊悚的？不一定，因为日本海龟汤不会死的、哦、所以也有不死的、哦、再来。某天男子不小心将一张照片意外撕裂成两半了，他出门一趟回家后看到照片却痛哭流涕，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不小心撕开，我想想看，他很开心吗？他很开心照片合起来吗？他对那个照片合起来的情绪是开心的。合起来？你说照片合起来？欸，最后照片没有合起来了、哦、他是出来回来又、哦、他出去又回来，然后照片，然后你说他合起来？是照片又合起来了，你直接一个不小心猜出了一半的答案。所以说那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人。是，那就是不小心撕到超难过，然后他出去之后那照片神奇的粘了回来。是所以他就很开心。是，这就是中邪显灵了嘛。欸，所以这一题有事。是他女朋友的照片？不是。男朋友？不是。他的好朋友？不是。家人？是。爸妈？不是。弟弟？不是。其实这重要吗？重要。再来，快猜到了。妹妹？不是。姐姐？不是。双胞胎？不是。另外一半？老婆？是。哦，所以他老婆死了，然后有一天不小心撕破那个照片，结果哎，谁撕破？他不小心，对，不小心撕破吗？然后就有人帮他粘起来，这样。是。粘起来的人是谁？比较重要是吧？是。不是他老婆吗？他老婆。不是他老婆吗？不是。哦，对，好，就不是他老婆。不是，你问我说不是他老婆吗？我说不是。所以是他老婆。他老婆没死。不是。他老婆的灵魂。是。把他粘起来了。是。答案出来了。答案出来了。哎，我也真以为猜很久哎。没有，因为我觉得你一开始是不小心晒中。没有，我一直觉得撕掉照片回来会有反应，是因为他可能看到合起来很开心的。对。然后我刚想到啥？哇，你直接猜到他粘回来。对，故事是这样的。那张照片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被修补好了。男子是一名双臂已截肢的人，而他有一个已经意外去世的妻子，两人曾十分恩爱，妻子也不介意丈夫是个残疾，义无反顾地跟他在一起。男子行动不便，所以修补家里东西的事情一直都是妻子在做的。
男子家中没有其他人，更没有男子以外的人进出过的痕迹，所以想必是放心不下丈夫的妻子回来了，还把那张照片给修补好了。而那张照片是男子与生前妻子最后一张合照。哇，这个很感动哎，很感动。就第二个最难猜，对，第二个最难猜。第一个我觉得差不多就是那样，他一定是看到尸体或什么之类的，所以赶快走人。对 对。可是我没想到是什么那么复杂，不小心打开的。啊，对对对，它的细节比较多一点。但是第二个完全超出我对海龟汤的认知。我最喜欢哪一题？就是看完会暖心是三嘛，然后惊悚当然是一莫名其妙就二了，都有一个各领域都是蛮喜欢的，各位也可以点那个资讯卡投一下你们最喜欢哪一题。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海龟汤，希望大家会喜欢。那记得看完影片以后要在下方留言，然后记得去订阅新的频道。嘿、hey, ，谢谢我的频道，专门出什么？好，专门出宝可梦、数码宝贝、钢弹，还有一些动画的角色的分析解析。没错，没错，信很专精耶，真的是专精类的宅啦，我是宅，对，超有。好滑，那是我的油，不好意思，喷出来了。对，好，那刚刚如果喜欢听影片的话，欢迎在下方点喜欢，那记得去订阅我们两个频道，按照我们两个粉丝团，就是我们两个社会。那如果想要投稿的话，记得可以投到这个 mail 上面。那喜欢哪一篇，可以在留言跟我们讲。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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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